国内考研实在太麻烦，国外的生活我感觉适应不了，所以我打算毕业直接工作，能进个大公司最好了。你呢？打算考研还是工作？欢迎光临。我想快毕业了再说。美女，这是我们推出的新品凤梨四季春，这是我们的招牌黑糖珍珠牛乳，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哦。毕业站到了，请就职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，换乘考研线乘客请在此站下车。五三考研，打好基础，多面辅导，全力助你备考。本科学的哪里？一直读书有点提不要放弃，考研努力奋斗，很难的。找份好工作，经济自由。刚毕业找工作容易被骗。工作就可以早点。会不会加入九九六大军？升职加薪，人生之路踏实前进。爱情站即将到达，结婚的乘客请做好下车准备，换乘单身线的旅客请在此站下车。爱情站到终点站到了，请携带好随身物品下车，再见。
我叫这个。